听说诶，新民人嘅秋山县富察路落去恢复行驶诶，今日上午到泰安一趟已经修正好些，安顺六到半夜而来视察。就是苗栗县长刘振峰同台铁局长方志国路到现场去飞看，设计处铁路工厂查，考量到今日嘅受气复查，因为陆陆续续嘅同还有几多维修嘅问题，故说马嘅时间开放，铁路局工还要讲研究。桥山线三名全线路段系台铁西部干线当中最短的一段，汇入风景当中，为了本桥山线风化再现，苗栗县政府也特别向铁路局申请桥山线的复驶计划。也三名到台湾路段，沿线铁路都已经站好了，就算铁路局长单工到现场会勘，很从人工厂查设置行业链，方局长系过一摆选落，稍期复查，填超过十年来。原则上，蒸汽火车一定会开进来，啊，它的频率、它的这个时间，我想我们会跟这个县长这边哈，我们会充分协调配合。苗栗县长刘振峰表示，桥山线的复驶计划预计会在两月份启程，从三年经过新建到台湾桥站，全长是13.7公里，轨道会有三座铁桥，七座防空，其他相关的配套措施将系宽建、改善引燃。都为60个秋天会，会向前走的感受到最优质的铁路文化。我们再次的希望能够把这个地方做到尽善尽美，能够达到我们吸引观光客的一个需求，也能够把这个铁路企业让它整个所有的这些活化起来。针对桥山线复驶，如果会带来当地的观光影响，人员或将会对三年拆掉附近增加停车场、疏散车潮，人员会希望整合所有的资源。本桥山线做得充盈，跳摆嘅中间，下面张志诺苗栗报道。